我是台大生，也是女优。就有一次，我们有个剧情，它是要放跳蛋的这样子，然后它就塞在里面。然后因为那个跳蛋很正，然后我们一部片大概拍八个小时以上，一部一部辛苦。我就跟导演说：“哎，我真的变电子鸡。”遇到酸民怎么办？戳到内心深处，一开始可能就是讲我丑吧，就是讲我胖，讲我丑。一开始会那种这种人家你说丑啊胖那种，你点进去看他才丑。对，没有真的，他们不敢放照片。对对对，因为他那么跳痛，勇敢做刺激。对啊，勇敢做，好吧，好。那这个当然他的工作是要勇敢跟别人做。对，勇敢做，勇敢做刺激，也要勇敢跟别人做。也对，也对。怎么会投入到女优的行列？因为我大概在三年前18岁的时候，就是青春期，就是对性很好奇这样。那是当然。台湾开始有人在拍成人片，然后在网络上就发现这件事情，然后觉得哎好有趣哦，因为台湾以前不能拍，但现在可以拍。对。然后我就去爬文，就是看他们的介绍啊，说哎成人产业是怎么样子的？因为我自己就是对性是很好奇的一个人，然后那个时候又觉得说，哎，产业内的女生是有保障的，就是有体检啊，然后薪资也不错，工作也自由啊，时间安排安全，对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我们不能，我了解，我们不能免俗的去说，你也算是最高学府的一个学生，对不对？你是成为台大学生以后。才变成 AV 女优，还是 AV 女优之前哦，之后变成台大？他的顺序，他有设计过的，他有设计过的。这个非常重要。你的顺序是什么？因为我是先当 AV 女优，然后才考上。对，这样厉害。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都是一样，就是我是台大生，也是女优这样子。只是我这时候就想要开个玩笑，不能免俗。学校里面同学，包括师长，包括管中敏先生，会不会对你投以？异样的，或者他们就是你的粉丝。哦，这个没有碰到，就是我觉得同学都还蛮正常的，就是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认出来。不可哦。哦。但你这个，你是个发行业啊，是不可能啊。AV 女优也是红跟不红的，但终究有一天。对，前阵子蛮红的啦，因为可是学校好像大家没有特别用异样眼光看我。啊，你讲真心话嘛？你这样交友状况会不会交个男朋友或什么？对啊，这个我能接受。我现在是有另一半的，我是交女朋友。交女朋友，对对对，但他 OK， 他能接受，他很支持我做我想做的事情。就是那个时候，其实一开始我入行的时候是刚好他，因为他纪录片的工作，他去访问就是成人产业的一些演员啊、导演这样子，然后后来跟我分享说，哎，他去了解他，就是他听到什么事情，他觉得很有趣这样子，然后就开玩笑问我说，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去做这样？他开玩笑，然后我那时跟他说，哎，其实有，因为我三年前就有这个想法，但是没有这个想法很难跟别人讲嘛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其实我有这个想法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的裸体很漂亮。就是我很喜欢裸体这件事情，对，我很喜欢裸体，就是我觉得我的裸体比穿衣服。我有朋友可以介绍给你，谁？佩德罗。哦，佩德罗，他对他自己的身体也很有自信。他是一言不合就脱。综艺节目突然间哦，裤子就脱下来了，只剩没来由的，只剩下一条三角内裤，对，就这样。然后里面还塞一条欧西玻璃，是。欧西玻璃哦，小壮大身世，是啊。好，问你一下行当里面的事，拍摄过程有没有发生什么？比较特别，你印象深刻？有，其实有蛮多的，我可以讲，因为我觉得蛮好笑。就有一次，我们有个剧情，它是要放跳蛋的这样子，然后它就塞在里面。然后因为那个跳蛋很正，然后我们一部片大概拍八个小时以上这样子，那部片拍很久，一部一部辛苦，那不是就震到整个对，然后就一直整个就很正很正很正嘛，对。然后我就跟导演说，哎，我真的变电子鸡。现场好像没什么人敢笑的，不是，但你这样一直震八小时，那不会坏死吗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他在里，我发现放在里面震，我其实好像没什么感觉，就是觉得整个人在震。但是你可以把它关掉，用演的嘛，对，因为他要有那个声音，他要有那个震的声音，声音可以后配啊。没有，他们就是要一个真实的，越真实越好啊，好辛苦，也是很敬业。那你这样拍，那如果真正你 real life 当中跟另外一半在那个爱的时候，会反而比较没有感觉？不会，因为我对我而言就是。台面上的性爱跟台下的性爱是差非常多。工作是工作，对对对，是可以分得很开的。就像
就像比如说你们可能在主持跟你们平常在家人讲话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不会，我们都一样，对对对，我们平常就是这个样，我们只是有领钱跟没有领钱的差别，就是应该讲说就是一个就是演戏啦，一个就是享受，不一样的事。讲讲你在那个 moment 突然间我是一个 AV 女优，然后我考上台大的那一刻的心情，就是啊，终于，终于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原本很紧张，说会不会就是我预期应该会上，但是会不会万一没有上这样子，然后考上就哦，原来就是哦，可以顺利，就是安心有上了这样。现在是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一年级。那我可以问你，你想去考台大原因是想要证明给大家看，也不是，也不是，就是动机是什么？就是人生在世嘛，就是学活到老学到老这样子，不管什么职业都可以学。因为我自己觉得，就是我是喜欢念书的。就是我是喜欢学术这条路，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啦，喜欢学习，是想学习。遇到酸民怎么办？酸民多不多？很多啊，会回应他们吗？他会讲难听话，我会把它收集起来，然后当笑话讲这样子。就是会，比如说有一些人就是说，有没有触到你内心？所以说他们讲什么？戳到内心深处，一开始可能就是讲我丑吧，就是讲我胖，讲我丑，一开始会那种这种这样子有戳到这种，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一开始很在意我，因为我觉得我是靠外表，有一部分是靠外表貌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职业道德，我很在意说是不是我还要再去提升，还要去改。那我跟你讲，通常你大数据流人家你说丑啊胖那种，你点进去看他才丑，对，没有的，他们不敢放照片，对，他们骂的越凶，丑爆了，是一个哎，不是一个，然后后来就想。可是没办法，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嘛，就是你有喜欢我的人，就一定有不喜欢我的人，这样子，所以就后来就没就没有太健康。恭喜你完整的选择了自己的人生，心态是非常重要，好吧？啊，大学还有台大还是把它好好读毕业啦，一定会啊，对啊对啊，那将来有一样是往这个 AV 产业嘛。就是多元发展，就是这个可能是近期的主业。我觉得人现在就是斜杠嘛，就是各式各样的事情都做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因为他那么跳动，勇敢做自己。对啊，勇敢做自己，好吧？好，那这个当然他的工作是要勇敢跟别人做。对，勇敢做，勇敢做自己，要勇敢跟别人做。也对，也对。他们是真枪实弹的，那个真的不是我们那么猛的，其实是很难的啦。哦，辛苦哎。那男生是不是都有吃药啊？对，很多都有。你有遇过那种怯场的吗？有会有怯场，就是有些跟我拍的男生，可能我已经拍过几部，然后他那里唱小鸡哔哔吗？有小鸡又嘿，干嘛给人拍嘛？要小鸡哔哔哟，小鸡哔哔哔哔哟，那个怯场吗？哪里要小鸡哟？哦，天气太冷了，给他一点时间，对对，或者他可能比较紧张这样子，鼓励代替责骂，对对对对，加油，领养代替狗，萌萌站起来，萌萌，是是是，好，谢谢谢谢乔安。